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在16日晚颁奖，郑秀文曾七次被提名影后，终于在这一届以流水落花拿下金像影后了。我想同天下间有梦想的人讲一声，追寻梦想的路途是很困难，有时是困难重重，但是梦想是留给永远不放弃和坚持的人。你要记住这个，记住这个画面，送给天下间有梦想的人。最后我要多谢上帝，我要感谢你没给我一路以来的一路顺风，就是因为这些没有一路顺风，让我更懂得谦卑柔和。但我今天很想讲的柔和不到了，我真的很开心啊！我今次终于不用在个赛道上面站在后面默默地陪跑，我终于可以昂首这样冲线，我是冲线那个，多谢你们。我都很想轻轻地跟你们哼几句歌，因为我是歌手来的。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？我等等会儿也谢了，